其实当时看到他们 battle， 没想到火药味这么重。哎呀，仨人被你围起来了。其实我们在 battle 的时候，在 underground battle， 其实我们就是互相的去知道一些规矩嘛。这是一个文化，他们今天给我 touch 了，然后我觉得他们不是有意的，他们是我真正的把他们激发出来了，我感到为他们高兴，所以说我愿意给他们这个 piece。 battle 这个东西它的本质就跟格斗比赛一样，有的时候你的自信输了你就输了，所以我们在自信上是保持绝对的，希望可以压制他，但不代表说我们真的很气或者是很怎么样之类的。哇，太精彩了吧，都好强哦，都不是人类。B-boy 的天花板了，就在这里了。站哪里，主梦神？站哪？新空间，炸啦！新空间炸了。我觉得右边能好一点，就是第二，最靠右边上的猴王，是不是那个可以给一个红的？左边的也很强，因为你们看的是右边，就是他的那个 power move 技巧，单手的 elf line， 跟单手托马斯，但是他的连接，他的所有的就是那种切什么的没有左边的卡。这左边的很强啊，他那些 freeze， 对，哦，就是那个 freeze 的那个很强。OK， 王一博看得懂这种难度的东西。很精彩，非常精彩啊，能展现出来了你们的实力。最后我们商议这一组有三条红毛巾。最后我们商议，有一位有红毛巾。啊，是我吗？谢谢一博团长，团长，团长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两个，没有你们没有我，谢谢，也谢谢队长，也谢谢我们的对手们。好，不用谢，应该的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谢谢。我觉得他们虽然平常搞笑啊、开玩笑啊等等，但是一上台是换了一个人，他们真的是在舞台上认认真真的去跳舞，做每一个动作、每一个技巧，能看到他们真正的活力和真正的热血，这就是年轻人。好，谢谢凯哥啊，谢谢凯哥，谢谢彩彩，还有谢谢亮仔啊，谢谢。哎，我老婆也是刚刚像你那样绑，这是一个程度的一个方法吗？对，这个吗？对对对对，就一把就是可以做这样子。我是这样子的哦，我是需要这样这样这样，就很笨的一个方法。我们一样。我老婆就擦，就像你们他没教你吗？他试着叫我，但是那个可能得练一练。习惯了，算了，无所谓，也不差这几秒钟。他是一个舞蹈动作。